总统提名许宗力、蔡炯敦任司法院正副院长。总统府今举行记者会，正式公布司法院正副院长及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。总统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规定，决定提名许宗力先生为司法院的大法官，并为院长。许宗力先生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教授，曾任大法官。蔡炯敦先生为最高法院的法官，曾任法官协会理事长。两位的搭档是学术跟实务的坚强组合。副总统陈建仁期许两人能落实司法改革，许宗力也提出改革四点建议：厘清司法公信力不彰的原因，就是让人民参与审判，参审是可以讨论的一个改革的方向。我希望能够修法，让人民也能够针对裁判违宪也能够申请到的问题是。终审法院我建议要设大法庭，重建统一法律见解的机制。由于许宗力曾任大法官，在任引发违宪疑虑，考量既不是连任，在任间隔也已超过四年，并没有违宪的疑虑，所以经过考虑之后呢，决定接受总统的提名。可是近一周来，质疑违宪的声浪呢一波波袭来，对我个人而言确实是始料未及，也确实是令我个人感到很沮丧的。不过虽然令我个人感到沮丧呢，并没有影响我对我的在任并没有违宪的确信。许宗力确信没有违宪，但是否能够顺利上任，还要立法院同意权投票通过。